我救到第一个昏迷的是我妈妈，两个脑科专科医生跟我讲她没希望的，给她吃最好的药，可能你们兄弟姐妹能够看她多几天。我们就同他那个因为昏迷不醒的人，如果不是在鼻子有装一条喉给你们倒牛奶水倒粥，就是装在他的胃，对吗？就是从那条喉倒进去。我刚才我妈妈其实哦四天而已哦，一天半包，我当时吃乳定吃了一年还不知道有乙如谬，所以我讲哦，我接触到陈婷是偶然的，可是并不是很多人像我运气那么的好。所以说当时啊拿到乙如谬包什么来的也不敢给一包，倒半包。四天之后我妹妹打电话来，哎，她都叫你名字，怎么可能，东西你哪来，你跟我讲你不可能。我妹妹很 tiki 的，比我还 tiki 哦。 OK， 四天而已，我妈妈喝乙如谬半包就醒了，到今天，到今天。 OK。